哦，这里还有土豆吗？这是？哎，土豆啊。7块钱一份的炒面，哎呦，香啊！炒河粉、炒面、凉皮儿、凉面，炒面多少钱一份现在？炒面7块。7块啊？哦，那你们这炒面也不贵啊。这个是红油吗？哎。哦。哦，加油，加红油，看各种各样调料，先把调料炒一下。嗯。哦。这个炒面方法还与众不同，看跟我们以前在北方吃的还不一样。我们以前在北方吃的首先是加蒜。哦，这个不是炒面吗？是我的吗？啊，这个是炒面吗？炒面了。哦，这样子炒。哇，这个味道辣。这里边还有放了什么？放了花生米吗？哎，有花椒面，有汤水。哦，黄瓜丝。哦，黄瓜丝。哎，这个炒面方，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炒面啊！还是我们见识太短了。哦，最后放点葱丝。这是一份的量啊？啊，这个不是一份的量吗？这个是两份。两份哦。哎。这一份的量也太大了，两份。嗯，纸板夜市吗？啊？只是夜市出摊吗？还是一天都卖呀、啊？你这个？嗯，一天都啊？哎、嗯，哦，挺好。哦，上面。啊，好了。嗯。哇，拿出这个动作。好的，可以出锅了啊。嗯，里面放了黄瓜丝，还放了花生米吧？还是这是花生米还是豆啊？豆豆啊，豆啊。这里还有土豆吗？这是？哎，土豆啊。哇，7块钱一份的炒面，哎呦，香啊！好，我们来一份尝一尝。这个也是有人要吗？嗯。我在这吃，继续尝，哎，就在这吃就好。好的，好，行，谢谢啊。哇、哦，我们可谓是真的吃遍了大江南北的炒面啊。最难，我们在海南吃过一次炒粉炒面，然后在广州也吃过，然后北方就更不用讲了，到处都吃过。然后这个是在四川泸州，来看一下这边的炒面，这个炒面是。真的炒的方法是前头我有从来没见过的啊，没有放鸡蛋，但是放了这种豆和黄瓜丝。来，我们尝一尝，这份是7块啊。来，我们把口罩完全摘下来啊，没有灯啊，完全用手机照了。哇，这是土豆了还有。我喜欢吃这个炒黄瓜丝的味道。嗯，
这个是油炸过那种，还是脆的，不是那么脆，稍微有点脆的那种。跟我们在其他地方吃的所有的炒面口感都不一样。也还好，挺好吃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有点像粉啊。我当时要炒粉之类的，他们没有了，炒粉炒饭都没有了。我问还有什么，他讲还有炒饭炒面。还有点烫，还有点红油的那个味道，就跟吃那个重庆小面那个红油一样，挺好吃。行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儿。7块钱一份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下面留言讨论啊。